然后我穿牛仔裤，然后屁股面向他，然后他就，然后就他喷出来不是那种水珠，他是整个木桩，然后整个裤子都湿掉，然后我就不爽，我就拿手上的保特瓶，然后 K 他的身体。谢谢谢谢，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次的机会，也一周年了，想给我们的 OAO 们，还有还不认识我们的大家，可以欣赏更多我们其实平常还没发现的一些才能，那希望往后可以展现出更多的作品这样子。平常会啊 ，always 啊，每天都吵架。有一天是工作完回到公司，然后那天气很冷。然后子祥想要捉弄我，他拿那个公司的酒精，然后我穿牛仔裤，然后屁股面向他，然后他就，然后就他喷出来不是那种水柱的，他是整个木桩，然后啪，然后整个裤子都湿掉，然后我就不爽，我就拿手上的保特瓶，然后 K 他的身体，因为我之前跟嘉诚在韩国一起住，然后他说我在睡觉的时候会跟他，但我觉得他会有点咏春拳，我觉得他会一点，就是他会突然把我当成木人桩开始。跟我对立，鬼故事，怕我很怕鬼。在玩那个叫什么海龟汤，海龟汤，是不能玩那个。然后昨天超级怕，遇到比较可怕。好像还没有遇到。我跟丁素妍算吗？开玩笑的，一周年，一周年。真的有酒精，开玩笑。